小小的，好像就是一个朋友，就是见水，是这个跟随的去，这个有一条连见水，是这样的想。但是好像是一个图，这个图的游的图的那个抛，这个线，这个线条。可是用《笑傲江湖》令狐冲跟任盈盈在这个牛上创作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想法？刚才也讲了，我比较喜欢这两个角色，我觉得蛮喜欢。是。很潇洒的，这个潇洒的味道。我是比较喜欢他两个。是是。你要不要说一下那个任盈盈那边的？